今天头一条新闻来看，第十四架线伫个清境农场王母岭的所在，挖到时阵熊熊发生崩山，规个车路拢冻掉咧，上山落山拢总大塞车。加在公路总局赶紧派人伫个下晡三点半已经甲路拍通。古南镇老关的土石直接对山壁崩落的大路规拢无到过，第十四架线18.7公里的所在，初二早起发生崩山情形，九路线双向交通拢中断，因为崩落的所在就是对清境农场要去合欢山母岭亭的路段，大雨拄着休热头一摆啦，真侪人上山要去佚佗计划也被迫来改期。我在告示牌里面看到今天合欢山18K 的地方有塌方、那个落石塌方了，哇，影响我的整个行程，还可能下一次才来再来了。南投警方讲，礼拜发生崩山情形，让上山落山游客拢真无方便，加在无人因此受伤，第一时间也甲吹风到昆阳的路段给封起来。花莲警方是伫合欢山游客中心周边速度车流，不过因为假日山顶人车多，交通是大拍夹。道路塌方落石暂时中断，埔里公务段已派遣机具前来抢通，派遣空拍机勘查。本次边坡塌方范围高度约37公尺，宽度约15公尺，塌方数量为500立方公尺，研判为近日午后山区强降雨导致边坡含水量饱和造成塌方，本段将立即进场办理抢修作业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。玻璃干木段除了赶紧派大型的机具上山来抢通，也协调警方发矿泉水，也佮有拼好等待路线的民众。路桥组长这段路大约是15公尺，加在崩落范围并无扩大。礼拜下晡3点半已经先初步抢通，并且由干木段人员伫现场来解护，让民众甲车辆顺利落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